不打地震级吗？就我抽的号的段位都会打的，但我基本上抽的都是大师，这条记下来，这 W 的，问题不大，带教主，问题不大，他扛兵了，他这波。浪潮逆转了。没事。特拿盾还没好，赶紧干他！还是点蓝的，把药吃完。我们有现钱的话，应该能先升三级。家里我没事，其实我肯定我早点交闪现也行的，其实，但我早点交闪现，我肯定九月就不会追了，还是有一点犹豫，犹豫。快，我们走。任何事情都要平OK， 打伞就还 OK。但他有一个的话，应该不会这么傻的跟我们打。我操！这要是给我换掉就闹麻了，真的。把我当傻子吗？这样一 Q 我？OK， 问题不大。有点远，我准备好了。绕起来，我能够。别怕，秒！绝命瞬玉杀。鉴定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啊？在打曹桐，我靠！
真倒霉了，表哥，这不只能说倒霉了。难道我看起来阳光，就说明我很弱吗？肯定男枪要死。漂亮，下来一波把人抓了，线也扎完了，各位，我是看到了，线全给他吃完了，放去吧。啊，有点亏，没办法，刚从那里出来，主要是我被剑灵砍死了。第一时间遇不到呀，太远了。想撞我？凭啥赢我，哥们？哎，正好小月来了，这波送给加里奥吧，正好，没毛病呢，各位。发电机装备也都一样，反正我这杀他一次他就炸了，虽然说上不我也死，但他在死一次他就完不了。搞笑呀，搞笑！鱼雷，两个全都给我死！哎，舒服，就这个小月在里面，知道吧？提前勾引他一手。走了走了，我没状态了，兄弟，我现在得逼了，逼了出来打这个了，魔抗了，魔抗，魔抗它没用啊，买魔抗我们大约是男枪，那买吧，随便他怎么买。感受威风。掉闪了吗？不如打超童呢，先把超童打了再抓吧。闪烫死、
用我作对。对线直接打穿。我们的下路好像炸了呀，我们把把下路炸呀，现在玩游戏。抓死抓死！我操，真抽象，卡米，那这没出来啊！上路这意思是不是撞墙了呀？我准备好了。来来来，补伤害，补伤害！靠，那一天天怎么不打呀 ？ADC， 开沙漏，开沙漏，不慌，哎，不慌。想赢必须要拆这个塔，知道吧，各位？想赢必须要拆。这200块咋整？很关键，我只能说。就和游泳一样。这都被炸到了。追踪了 AD， 那追踪在吧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你不会以为你打得过我吧，哥们？来单挑，单挑！是，哼，挑战我，那你得做好复仇的决心啊，哥们！怎么敢呢？啊，踢下来，下来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时间问题。
别再猜。我准备好了。加辽第一剑怎么没影刃呀？加速啊！再加速！再加速啊！加速啊！是我，来，三个人差我有什么收获没有？只能说一无所获哈。压三级了。快，我们走。但这一波好像队友们没拆到塔呀，感觉。拆个塔就赚了。小心，我伤了没好，该小心得小心啊！想抢。放他放他，哥们。Nice. 我建议是卡密也赶紧拆个塔，还一直不拆有点亏啊。没闪，妈的！怎么死定了？我不放呀，对面还来，死定了！我不放，我要生气了，马上。打得过吗？打不过，不错，被打识破了。哟，他们看龙了呀！可惜了，我来早点就好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Yeah.
我操！大招日线。对面那个是一肚子坏水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开沙漏，秒了就得开。喜欢的头，打死你！哎，能量死了。错死啊！哼。说了七步以内鱼叉最快，有两把枪也不行啊，三零练手还得练啊。海楼是鱼叉，你以为只要对手吃了恶魔果实的基本都打不过我，看他这个赏金，我估计他也吃了恶魔果实啊，双枪果实，赏金也是个海盗啊。是了，这把枪 先买大棒。踩在浪尖上，不是卡平 A 了，是我的海楼石鱼叉削弱了他的力量，知道吧？跟卡平 A 没什么关系的，懂不懂海楼石的威力啊？我没了就上了，他现在扛不住鱼雷，有用 Q 带走开沙漏，立起来露露，给我个技能，露露有个技能 OK 完美，我刚才我带下去了，拿剑力很随意的拿下来啊，兄弟们，给大伙再来上个电视，往里开了，赢了我们就上店的抽号啊，输了就抽奶茶，大家喜欢主播可以参一下啊，大师一场打一把，大师一场赢一把，各位喜欢主播可以支持一手，感谢大家。目前打的是大师局，这号多100多分吧，大师一期大师也是抽的，100多分的局。有希望吗？ Triple kill. Ace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还给他拆了一波了，我还给他拆了。